喂，陈秘书啊，咩事啊？李校长，之前嗰件事你谂成点？哦，李之前佢本身喺佢个学校度咧学习好好嘅，所以咧我就想邀请佢入嚟我学校度。吓、啊，校长，但系佢好穷噶，我惊佢负担唔到我哋嘅学费。咁我用自己私人嘅资金嚟帮佢翻学咯。因为呢间学校我心血嚟嘅，所以我想揾啲有能力嘅人嚟提升我哋学校嘅素质。咁我通知各位学生下个学期可以开始返学。哦，好啊，唔该晒。喂，但系咧，你今晚咧得唔得闲食饭啊？喂喂。Many months later。入嚟啊！校长，好多谢你俾我入到呢间学校。咁啊，咁你加油咯喎！好啦，你系咪出翻去？The next day。新同学喎，都唔知点解咁穷，可以入到嚟我呢间学校。咪就系咯，佢都唔知靠咩关系入嚟嘅。咦？唔通佢同校长有路？翻嚟个 band 都学校读啦，垃圾。咪就系咯，无啦啦点会入嚟我学校读啊？系流星花园咧，一定系用钱收为咗校长啦。咪傻啦，佢屋企咁穷，你睇下佢。喂，咩话？你咩事啊？咩啊？我咩事啊？佢嚟咯，有客人咯。所以你一定要搬小学鸡啦，几大个人啦，虾人，仲三条友虾一条友。而家系三个。虾炒蛋啊！走啦！今次冇彩。冇尾彩啊！走啦！咁有冇錢都一樣嘅啫嘛，係咪？掃屁嗰兩個正規人出現，唉，都唔使需要咁多筆記嚟做乜嘢啊？喂，不如咦，咁多筆記咁勤力嘅，咁多筆記又讀唔出，不如唔好讀啦。喂，記住咩？冇啦，冇啊。书包咁重，我过嚟帮轻下咯。唔好啊！下次可以再努力過嘅，加油！好，翻嚟啦，睇下自己啲分啱唔啱先。好啦，整一陣，都仲起身啦，一打足啦，坐喺台啦。坐。
四分啫喎。嚇、啊！哇，廿四分啊！你睇下我七啊三分啊！睇下我啱幾多？你睇下你。問號啊！唔識做喎，我起碼有五分呢版，即係嗱抄到㗎。咩事啊？抄到啦，錯咁多嘅。死啊！我呢啲 good 啊！問號啊！你唔好做啊！不如你跳樓啦，冇啊！你死啊 ！C P， 我唔合格，我衰過你啦。算啦，冇用㗎啦。哇！那天都冇。One hour later。各位同学再见，老师再见。记得同班同学食完饭之后，大家一齐行啦。我哋哇，陈明同学又想跳落嚟啊！佢老师冇想跳楼，吓，唔通系佢啊？大镬啊！哇，佢真系跳落去啊！吓，我哋快啲揾嗰两个正义魔人，可唔可以留低咧？呢啲好似喺学生会度行。喂，你萬事有商量啊！喂，你救生，我想死俾你睇。係愛啊！你唔好咁衝動啦，你落翻嚟先啦。唔好啊，唔好啊，落翻嚟。欺凌人的时候，你可能会觉得好玩，从中你哋会得到一啲不一样的快感。语言可以改变其他人的心情，用时间取笑其他人，不如用鼓励说话改变一个人。当你欺凌人的时候，会令到人的情绪低落，逃避上学，对他们长远的影响是有缺乏自信、复仇心态和自杀的倾向。你有没有想过将自己的快乐建筑在人的身上是很变态的事情来的？在欺凌人的同时，试试在被欺凌者的角度想下，你所说的说话都足以影响人的一生。喂喂喂，咪走住！十三分你考咩噶？英文咯。咩啊？英文？英文？你写俄文噶嘛？冇理由攞十三分啊！法文嚟噶。又翻俾我做啊！而家啲文法文嚟噶。法